先让他去爽一下先。哎呦！哎呦！你要怎么的？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大过年呢，晚上有没有空啊？出来喝奶茶啊？哎哎哎！怎么啦？大哥，救命啊！怎么啦？人贩子抓我啊！大白天的，哪来的人贩子啊？不要乱走了、哎！真的，你看他来了，怎么办呢、啊？快点啊！大哥，来不及了、啊！帮我想想办法啊！他要把我抓走了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我帮你盖住，等下你蹲在这里，不要出声，我把它支开。放心，不要动啊！知道知道。站住！别往哪里跑！别抓跑人！给我站住！别跑！大哥，刚刚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被绑住了？往哪里跑了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啊，赵伯年跑得那么快，那还是孙悟空啊？还会变呢、啊？还会飞呢、啊？哎呀，你什么人啊？这么紧张？我是她老公来的。啊，她整天夜不归宿，跟那些臭男人出去鬼混，给我戴绿帽子了。哎，我正想加了回去给她教训呢。哎呀，给你戴绿帽子啊！是啊，哎呀，就像你这种啊，绿帽子啊，真的是我都逃了命了。我最讨厌这种人了。哎呀，我看到他了，看到了，往哪里走了？赶紧告诉我！本来我不打算告诉你的，我老婆也是这样，夜不归宿，高三大四的。你老婆也是这样。是啊，现在这些女人都是怎么了？都是喜欢给人家戴绿帽子啊！是啊，你看我都戴了好几年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不要说那么多了，赶紧告诉我们啊！往那边跑了，往那边呢？是啊，那谢谢你啊！来，我站住，你别跑！啊、站起来！你啊，走了没有？我知道往那边跑了。哎呀，他说你是他老婆啊？我真的不认识他，不认识啊？是啊，但是半路把我抓起来。你解开呀、啊！哎呀，美女，你哪里的？我是那边平山那边的。平山的。哎呀，谢谢你啊！啊，我先帮你报警。行行。哎呀，要是等着他回头怎么办呢？哎，110吗？哎，在这个山卡拉村半山腰大红树根这里有人贩子啊，绑了一个女孩子。哎，对对对，赶紧出警啊！谢谢你啊，大哥。美女啊，实话跟你说，我指他那边是个死胡同啊。那怎么办呢？等下他找不到你，他肯定会回头的。哎呀，那我也跑不过他呀，万一要被他抓了，我这辈子就真的完了。要不这样，他就在前面一点，到我家先躲一下。那谢谢你啊，大哥，那赶紧走，要不然等下他来了。走走走走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看你往哪里跑，你跑啊！哎呀，大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那边明明那些水胡同都没有路了。哎呀，原来你包庇啊？包庇又怎么样啊？你打得过我吗？沙包大的拳头，哎呀，打西瓜一样把你头爆了。哎呀，大哥，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啊！你救了他也没有什么好处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啊。他说你是人贩子，没错，我就是人贩子。大哥，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一点钱你，你不要多管闲事了，这点钱已经够你够你一年的工资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能赚你这么龌龊的钱吗？哎呀，你也不要跟钱过不去了，你要跟他素不相识，是不是？你救了他也没什么好处。我跟你说，我把他家了卖了80万了，老板都说了。我奉劝你啊，拐卖人口我是犯法的，要蹲大牢的。哎呀，只要你不说，没有人知道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已经报警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能这样子啊？你竟然还报警了？我劝你还是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。哎呀，那80万就给你回了，赶紧跑吧，我让你跑不了。你怎么把他放走了？哎呀，他那么凶，我也打不过他。他也跑不了，前面是死胡同。等一下就有警察等着他。对呀、啊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这个时代他肯定跑不了。现在刚才好在你没有跟他同流合污啊，要不然我这辈子就完了。警察生，那我跟过去作证，只要让我派人得逞，让他跑了。啊，走走走走。